拍这个啊超级澎湃的小方领绑带上衣，上衣就看得到它是若隐若现的立体纹，再来呢一样做妞儿最喜欢的方领，然后它这边是用蕾丝边去做一个透明的蕾丝，好，非常的漂亮，卷边的后背呢它是绑一个松紧带，那前胸呢它就是一个做一个方领，然后呢这个袖子不卡袖也不会紧，然后有没有看到它是透纱透肤的若隐若现的感觉哦。好，然后其实整件放出来它是微宽松的，所以呢如果你要加纱裙或是放出来我觉得都很 OK， 或是扎进去身材比例也会很赞，那它整个就是宽版的，所以 SML 都可以轻松的驾驭，而且呢不用担心它完全软料亲肤不刺痒，然后后面这个啊绑带你可以自己绑，就是绑一个松的或是紧一点都 OK 哦。好，那它呢完全不会胖胖的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它呢是这样子软料垂坠度的，这一次的这个蓝色它也算是有点雾蓝色，我觉得它不像是这种就是天空蓝水蓝 baby 蓝这么蓝，它是也是带有点雾灰的，所以你会发现配这条裤子非常的协调，方领一直都是妞儿觉得最修饰大家的一个领子，所以呢这次我们要帮大家挑方领，然后微微的锁骨不要露太多，就是一点点有露到就好了，然后我觉得就整个典雅气质不行。